好，根据你们今天的造型，应该能够猜到我们今天是校园主题。好，校园。感谢你们的本色出演，非常自然。这是你们的身份卡，请看一下。就业推荐指数 ，Index of 就业推荐。姓名凯凯，学生会主席，深受老师同学的喜爱，是英语比赛演讲冠军，日常交流中会不自觉地夹杂着 English。 我的团队合作非常强大，我的 team 你就开始夹杂英语了。 Yeah, my team. Teamwork. Yeah, it's very good. 就这些小学三年级的词儿，你这还反复说。姓名晨晨，专业学科成绩第一名，连续四年获得校一等奖学金。今天呢，我们学校会有一场黄河沿线龙头企业的宣讲会，你们两位呢将作为我们学校的优秀学生代表，各自带领一队参加这个宣讲会。你们的队员现在分散在我们学校智壮楼的各个位置，每位成员的 JYT 的指数都是不一样的，满分是10分，单项最高分是5分。组队成功后，团队5人的 JYT 指数相加的总和，更多的队伍获胜。真的有 JYT 指数吗？在我们学院有。OK， 知道是什么吗？知道，就业推荐。这两个是给二位的手机里面已经存好了他们的联系方式，有的存的是本名，有的存的是昵称，待会儿大家就可以通过电话沟通，选择你们的队员组队啦。钱总，哎，钱总又来了。对啊，钱总一看就知道是谁。你的龙凤胎姐姐也在这个学校就读。谁呀？这一期我的主题就是找姐姐吗？ XX 是谁呀？叉叉不配拥有名字，那叉叉应该很厉害。百灵鸟是谁呀？校草是谁呀？老沙，啊？对吧？军艺校草。沈腾，另一颗校草。百灵鸟给我回电话了，怎么还有反打的吗？百灵鸟是谁呀？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周深老师，百灵鸟是你啊，这名副其实，百灵鸟。陈哥老师好。我先问一下啊，那个周深同学，你那个专业知识是几星啊？我不告诉你，但是我想说就是两个字。你可以告诉我呀。我形容一下，惊人。是高的惊人还是低的惊人呢？那肯定是高了嘛。那我问一下，那实践经验是几星？哇塞，另一个惊人。那团队合作就不用说了，是吧？也是惊人。对，非常惊人。那你来我团队吧，我们来争取今天的这个 GYT 最后的这个 JYT 啊 JYT 对，晚点再打。陈哥再见，郑凯老师再见。完了，再见，拜拜。什么意思？逗我玩呢。你先打吧，我歇一会儿，说话挺累的。不如我俩自己分配一下吧，就在这分配一下，省得被捉弄，是不是？你看他电话也来了。XX 神秘人物。哎，我很好奇。喂，哎，喂，老板你好。你就不能跟我分享一下吗？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听说你在招人是吗？对，
我是那个学生会主席。啊，主席你好，主席。对对对对对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咱们这边的什么条件呢？就是我们这边有女孩多吗？我知道他是谁了。肯定多啊。因为你知道，还有另外一个主席也拉拢着我说要让我去他那边，所以说咱们这边有电话了吗？拉拢你。我要比一下呀，这样我才好一个选择。但是另外一个那个主席好像并没有给你打电话。啊，是吗？原来是这样。那你们是在一块儿的吗？这么说，好，就当我没来过。哎，哎。全校女生的好朋友，哪里有女生需要帮忙，哪里就有你。不行啊，这两个队长没有女孩啊，我必须得为女孩工作，我看出来了。哎，给我挂了，因为我接了。请问是白露同学吗？啊，是。哎，你为什么把我电话挂了呢？不想接。哎，陈哥是说刚给我打电话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那是一个误会。有有有。啊，那我挂了啊，陈哥你再打遍，拜拜。一大早都这么有梗吗？太会玩了吧都。我上一边打去，我不跟你。又把我电话不跟你在这儿纠缠了吗？凯凯，啊，他又把我电话挂了，是吗？哦，那我再给他打一个。喂，哎，这位同学你好，这位同学，请你不要着急挂电话，好吗？啊，是这样啊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我们学院的学生会主席。My English name is。我是不是都是这个大的？嗯，对，所以我们团队呢，现在正在要招纳一些贤才异士，对，有特异功，不是那个有特长一技之长的人士。特异功，我不知道这位同学你有没有兴趣？我来你们队有什么好处呢？好处就是我们这里的颜值高，智商高，体能高，三高。三高人群。哎，我有个龙凤胎弟弟，也想加入我们团队吗？我在找他，在你们队吗？你可以让你的龙凤胎弟弟和你一起来我们队。行吧，行吧，我给你个面子，凯哥。不不不，请叫我学生会主席。他不在了。给你个面子，学生会主席。好的，这位同学。我在一楼。好嘞，我去找你啊，我现在就来，你等着啊。这么激动，我不会是他收的第一个学生吧？我感觉被骗了，有一种上当的滋味。我给钱总打个电话。呀，晨哥。喂，陈哥，钱总啊，今天呢，其实是个招聘会，我来邀请你加入我们今天的这个就业推荐指数比拼的这个团队，我来争取一下你，你看看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团队呢？不，这不用争取，我来了，不用争取，不用争取。那就这说好了，是吧？说好了，嗯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行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过去找你去。啊，我在二楼等同事。争取到了一位学员。Hello, my friend。哎呦喂，干啥呀？哎呦。Hello, my friend。闪开烂了。哎。来坐坐。这位同学，我看一下你的资料。我看一下你的资料。你让我，
然后我就被退货了。才两颗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对 对。专业知识两颗星，就是基本没有什么专业知识。实践经验很多。混迹社会很多年了。对对对，这个虽然你这个专业知识啊，团队合作呢看起来目前比较差，但是我看中的就是实践经验。是吗？对，所以 OK 好，恭喜我们团队招到了第一位学员。好，我们现在去找第二位 ，Let's go。